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好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1050页第二行看起啊，盆氏起心论是云：二林居士，就是彭继清，清朝时候人，他的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啊，不是《大乘起心论》，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解释。三分啊，正宗续分，正宗流通，到这个地方是本经正宗分的圆满，下面接着是流通分啊，什么叫正宗？前面说过很久了啊，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温习一下啊，正宗者一，寿命发藏广大誓愿，未令行者生淡惑心，发起悲智，具普贤缘故。这一部经前面是序分，是介绍无量寿经源远流长啊，正宗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说明这一部经是说些什么？啊，特别在此地提出来阿弥陀佛的48愿第6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
净土宗的理论、修行方法、果德，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。啊，希望依教修行的人要发真实的大愿，大慈大悲，还要有大智。没有大智，不能相信，半信半疑的人多。啊，真正肯信的人不多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从因果上说，前面也提到，真正能相信这部经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他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累积的善根福德，这一生遇到了毫不怀疑。幸运持名，真的往生了。往生就是成就，不是普通的成就，是究竟圆满的成就。太难得了。啊，有没有？有，不多。念佛人当中，临终往生瑞相稀有的人并不多。啊，那么这些事理佛都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都看到了，都读到了，可贵的深信不疑，恳切的大愿，求生净土。这一句佛号，一切时一切处都不中断。所以称之为易行难行之法门。很容易做，没有一个人做不到。依照这个方法修，没有一个人不成就。真难得，我们就像经中所说的一样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就肯信，就能信，遇到就发愿，祝福你这一生当中成就圆满功德。第二，说明发藏广大功德，为令行者生真实心，广行方便，满普贤行，普贤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大愿望，道归皆落。
接受净土，不再怀疑了，是讲华严经，讲到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因地，都是发心、信愿之念，求生净土而成就的。大德大贤，啊，学到这个地方非常受感动，再回头认真仔细想想，无量法门哪一个法门我有把握成就，这回头一想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把握，那真正有把握的呢，还是这个经上所说的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。所以我把这些大经大论一生当中非常喜爱的放弃了。为什么放弃？难行，我做不到啊！啊，信念持名，这个我可以做到，有把握做到，没有把握做不到的，放弃了。啊，所以专修无量寿经。啊，净土五经讲过一遍。啊，最后回归到净土，实心塌地，一门深入。再不会动摇了。啊，这是正如彭齐先居士所说，光心方便满普贤心，下面第四次名往生真言，即世间果报，未令行者身心尽心，一心念佛，成就三昧，决生彼国故。啊，这是幕后的一句。这一部经上给我们说明往生的真言，心愿之名，就这四个字。啊，世间果报，一生成就。这世间果报，所以期望着我们身心尽心，一念念佛，成就三昧。啊，三昧就是一心不乱，
也就是佛家讲的禅定。三昧是梵语的音译，念佛的功夫一般说来有三等，最下面的是功夫成片，得到功夫成片一般你常常会梦见阿弥陀佛啊，定中见佛，佛会送信息给你，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，受着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，你接到阿弥陀佛的通知了，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，必定往生了。这个时候万缘放下，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留念了，这就成就啊。功夫再高一点的，四一心不乱，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。见佛比前面第一位容易多了，啊，再高的离一心不乱，离一心不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离一心。四一心是一般禅定功夫啊，真正真的。所以一念念佛了，成就三昧。决定得生净土，准彭师所说，要而言之，其首二则是全愿，也就是经上常说的发菩提心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就是经上常常讲的发菩提心，发无上菩提心。为什么？你发心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。为什么做佛？为度众生。没成佛之前度众生，这个路很艰难，自己定慧力量不够，到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定慧，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。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可以说在一切时一切处化身无量无边的，
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能度一切有缘众生，没有缘的跟他结缘，有缘的就得度了，没有障碍，那普度众生的大愿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啊，这就是真法，真正发菩提心啊！最后，劝心。行善，善中之王就是痴迷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什么是最善？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善法就是念佛，没人知道啊！啊，是真的吗？你要仔细想想，它是真的。为什么？轮回不容易超越，不能超越轮回，我们在这一生所行的险道啊，非常危险的。出轮回就保险了，保证不堕三恶道了。不出轮回，谁也不敢保证三恶道、恶鬼、地狱、畜生。人在命中之后，去三恶道的多。太多太多了，再得人生或者升天少数，天有28层，一层比一层殊胜，但是它有寿命啊。啊，飞翔飞飞翔天，寿命是80000大劫，80000大劫长，再长有道的时候，人生百岁不容易了，算是长寿了，可是100年。很容易就到了，啊！我距离100年的时候，眼看就要到了，何况你还不能避免劳苦。生苦、病苦、死苦，得
人生必须要受。啊，不受劳苦，那就短命。短命不愿意，劳苦你就要接受。所以，冷静去思维，我们对于人道这一道留念的心呢，自然就淡了。那到哪里去呢？我们今天是走运了啊，中奖了，中了第一特奖啊！这第一特奖是什么？信愿持名，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世间圣贤君子都不会骗人，佛菩萨怎么可能骗人？给我们说的话，句句真实。啊，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？没有了。头等大事啊，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当前头等大事，是汉学，不能失传，这头等大事。你要真正发现，我学汉学为什么？为往圣继绝学，我为的是这个啊，从老师那里接受过来，在我这有生之年发扬光大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要找传人集成这一桩大事，让汉学在这个地球上永远常住。这个愿大了，住在世间没有比这个愿更大的了。啊，你能发这个愿，中国老祖宗不止百家姓，这个万家姓，每一个姓氏的老祖宗都加持你，都保佑你。你把人间头等大事担负起来了，汉学出现在中国5000年前，传到今天，我们看到危险，那什么，没人学了。我们的时间只有10年，不长，这个10年不能把握住，没有人沉船，汉学会在地球上消失。它是人类的瑰宝啊，人希望一生过得幸福快乐，希望家庭美满，家和万事兴，希望事业顺利，
希望社会安定，希望国家富强，希望天下太平。希望能不能变真知，真实能。为什么能？有汉学就能。这么好的东西，非常可惜，大家疏忽了，不肯学了。十年之后，你想学也学不到了，为什么？没老师了。我们现在所认识几个老师，把他们请来，老师都欢喜。老师就希望有人继承，你要发心继承，老师欢喜。那么这些老师都是70岁以上了，再过10年都不在了，你想学没地方学了，汉学就会断绝。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进入汉学院，你们是来继承汉学，不让汉学丧失。有这么大的使命啊，那么你就想到5000年来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承传，他欢不欢喜？他保不保护你？你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宝啊！承传汉学之宝啊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只要这个愿志愿不退转，你的一生再苦也能度过，你也不会畏惧。这是善中之王，善中之善啊。第二桩可以跟这个相比的，那就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，让宗教回归教育，这也是大事。如果宗教不回归教育，宗教变质了，变什么？变成迷信。经只会念不懂意思，那就变成迷信，这个可怕。啊，随汉学院的校长了不起，他发大心，啊，跟王子两个人要在学校成立一个和谐博士班。这个博士班学的是什么？这个博士班是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学习他们自己的宗教，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，这就是把宗教再回归到教育，回归到它本来面目。每一个宗教
都是教育啊。所以汤恩比博士说，宗教就是讲宗教教育是人类不能缺少的。宗教教育的内容是什么？跟汉学完全相同，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圣贤教育，这四种教育是它的内容啊。啊，在所有教世出世间一切教育里面，善终之王、信愿之名，我们遇到了，这都幸运的，而且一生保证成就。谁保证？阿弥陀佛保证，释迦如来保证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保证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多么快乐，没有未来，意义重大。啊，我们继承汉学，我们继承所有宗教法门，现在培养学生，和谐学院只有博士班，三年毕业，三年之后我就想到学校大概有30位够格的传教士，拿到博士学位，是学校的教授，大概有30到50人，有30到50个教授，3年之后就可以正式成立一个宗教教育学院啊，像汉学院宗教教育学院，培养各个不同宗教的合格传教士，宗教可以复兴啊！啊，那么就可以，如果能够有100到150个博士，宗教教育博士，有100到150个，就可以正式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。往后我相信至少500年到1000年宗教复兴了，人人都接受过宗教教育，人人都是好人，善终之善，啊，这个世界都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，把地球变成净土啊，把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希望同学们能发这个大心，能发这个大愿啊！真正发这个愿，我相信你
命中什么都没有，不要紧。我命中也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到现在老了，老了还不错，样样都有人照顾。啊，一般老人有劳苦啊，我还没有尝到劳苦的味道。这个要感谢诸佛菩萨保佑。啊，我们行的是菩萨道，所以佛菩萨要保佑，佛菩萨要加持。啊，菩萨道那是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界学习才有今天这个缘分，遇到佛法，特别是遇到佛法的敬重啊。啊，持名就是一项专念，正是本经之宗。这本《无量寿经》，它的宗旨，它的精华，就是一项专念。所以叫经宗分。若约小本，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，大本是无量寿经，这两个经内容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小本是略说，说的简单，大本是细说，说的详细。啊，所以小本呢，心愿持名，两本凡间有差，而纲宗无异。啊，他的纲领，他的宗旨没有两样，啊，是一样的。临风大师论小本之正宗曰：初，广成彼土一正妙果一起现。啊，这是偶一大师《弥陀要解》里面所说的。啊，他的正宗分的三分。这个三分呢，第一个是起心，把西方极乐世界妙果就是极乐世界告诉我们，我们明白之后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起心呢。第二，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一法缘，啊，特别劝告一切众生，没有缘那就难受了，有缘这一生遇到这部经，啊，能理解这部经，这个难得了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没有不发心求生净土的。啊，是发愿求生的。第三，正是行者，智持名号以立行。这个法门简单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。
如果你还嫌多，你就专念四个字阿弥陀佛，跟念六个字是一样的。南无是梵语音译，它的意思是恭敬，是礼拜啊，就等于说恭敬阿弥陀佛，礼拜阿弥陀佛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支持名号就行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，南无是恭敬，是礼拜。支持名号，名号就是四个字，我们要搞清楚，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心门啊！修行修什么心？把从早到晚，一天24小时，心里面所有的妄想杂念通通放下，都换成阿弥陀佛这句佛号，恭喜你，你就成功了。不但成功，是圆满的成功。真正不可思议。所以信愿持名，一心要持啊，真心切愿恳切的发愿，我现在就要去信愿真诚，能不能去？能。为什么还没去？大概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阿弥陀佛来劝他，你修得很好，希望多住几年，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，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做好榜样，所以留下来了。留下来应该他还可以多留几年。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，他见阿弥陀佛，我想92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止10次，他跟阿弥陀佛很熟啊，跟极乐世界也很熟啊，他去过，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，让他去旅游去看看啊，再回来表法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所以，他是着急早一天往生。阿弥陀佛希望他在地球上多住几年，给大家做好样子。啊，所以他住了这么多年。什么时候来接引他呢？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他？这本书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参舍》。啊，看到这本书，佛就来接引他。他天天在等。有人上山来看他，他
他看看人家带的东西里头有没有书，4年前，2013年，今年是2017年，2013年正月，果然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看他。老人家一看到书，就笑眯眯地问他：“那什么书啊？”他就告诉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行，唯有僧战僧》。他听得非常欢喜，回到疗房，穿袍大衣，手捧着这本书，照了这张照片，就是这张。最后这张照片，照完之后，第三天往生了。送书的这个居士，这个女居士，到香港来看过后，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他说：“你这本书送给他太早了，他天天等啊，你10年再不送给他，他还要住10年。”你这送给他，他走了；你不送给他，把他留住了，他后悔莫及。哎，为什么干这种傻事？他的寿命是自在的，想去就去，想留就留啊！不像我们，我们不能自在啊。老人已经到自在了，他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。啊，完全是佛力加持的，啊，是佛菩萨委托他在这里表演，我们不能不懂啊。这回事情让我们遇到了，让我们看到了，啊，佛不是心。说话兑现，你既然看到这本书了，阿弥陀佛就要来接引的，过有缘分。啊，这本书老和尚要非常赞叹，他不认识字，他没见过，他为什么赞叹？所以老和尚的境界，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，净土宗理一心不乱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老和尚什么境界？跟慧能大师平等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境界，啊，所以我可以肯定给同学们说，我学佛体验当中，怎么中国的老子、孔子、文武周公，都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为什么？你把他们留下来的典籍跟佛经对看，许许多多重要地方完全相同啊。
啊，我们知道孔子、老子要是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佛陀；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，中国就称他孔子、老子。他们是平等境界，完全相同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中国人得天独厚啊，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来啊，到我们今天海鲜老和尚是圣人呢、啊、成佛，只是他不说。你去问他，他否认，他不承认，但是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承认？实际因缘不相同。那慧能大师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说出少分，还不是多分，少分。为什么不完全说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众生造业不一样啊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大圣大贤，大圣是佛陀，大贤是菩萨。他们出现在世间不简单了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是来看，是来救世的，既然到人间来了，就是因为地球上人类也不起，福报不一样，所以佛陀现身也不一样，随类化身。在中国现的形象圣人，神仙君子，在印度成为佛陀，在其他地区那成为耶稣啊，摩西、穆罕默德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化身。这些人用佛法说，都是佛陀在世为我们所实现。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，资讯没有，人很多都是老死不相往来，生活的圈子小啊，就是几个邻近的村庄，一辈子没离开过。现在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，现在要活了，不是要分。那个时候要分身，分很多身才能帮助众生，现在要很多身，要集中成一个身。所以我跟宗教往来，我提的口号是众神一体，不管哪个宗教的神是一体，是一个真神。宗教一家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共同发大菩提心，发大慈悲心，把这个地球带上兴旺、繁荣、幸福、快乐，这叫
度众生的，啊，绝不能伤害众生。啊，宗教不可以有憎，憎这个字不好，要从我们内心里头把它开除。啊，我们不要憎，不要竞争，不要斗争，不要战争，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了。